位早晨，星期日是我们放松身心重新插电的日子，无论你过去一个礼拜过成点，星期日都是代表一个重新开始的第一日。不止你要重新开始，香港都要重新出发。今日就是区议会选举的大日子，亦是你和香港一起重新出发的一日。已经成为选民的你，记得带齐身份证去到指定投票站投票啦。星期日的早上喝杯咖啡，吃个早餐，去到票站一起为香港写下新一页。1210投票最赢，今日最赢就是你。